咱的民，愿我心中妙的想。这是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的想。各位维新圣教第二十一届贤士同修，请合掌恭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钟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第二十一届学士同修，今天六月十七日第二节上课，我们仍然在大安寺树林丘那大安寺在这里上课。大安寺住持是圆德法师，最开始是圆道法师，他圆道法师呢对于医药药草方面有相当的成就和心得，所以圆道法师就去成立了天医道堂，对于中国神农地日常百草种百毒，到现在来我们才有一个天医道堂。那么我们下一个月的上课，六月二十四日，我们在竹北一心道场有圆显法师在那边主持这个我们的校务。用意利人天。当我们在我在二零零一年天意就是要追根溯源我带了一群我们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到了涿鹿三祖堂那时候呢当地的县长书记任昌华跟我说，师父涿鹿的上面和北京的隔壁上面一个灵山是神农地日常百草种百毒，在那边研究。那时候我就联想起来，神农地真是慈悲啊，日常百草种百毒，到最后来还是被毒草毒死了。我联想到说，若是当时有易经的时候，用易嘛，占卜嘛，你就不会白白毒死啊。这个是现实性的问题，当下性的问题，当代性的问题，这个是课题。所以我们好多同修自从研究易经以后很多很多的病，很多的药草都用易来占卜用易普天机，用易利人天。所以我们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由维新电视台邀请了我们每天有三位法师，由李雅琪主播呢访问所有的法师们，用意利人天所有法师将所经过的印证的妙法毫不保留的全部端出来，希望各位同修十王善诸事礼拜三礼拜四的晚上十点到十一点
你们用毅力人天一定要看，这都是实际的正道，这都是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所传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这是当代性、现实性、实用性。所以俗话说明心见性，你怎么样见性？平常我们所看到的男性与女性两个性而已啊，哈哈，没有什么性。但是男性女性的当下性、现实性、市农工商百业，哎呀，这个是只有唯心圣教的妙法可以立人天，超越了世间的学士以外，又融合了学士，啊，所以这个是超越。这一片的光明天，这用意。我们人在黑暗的人生里面，所寻求的这一点的光，这一点的光芒、光明，就是细胞的微尘光。啊，细胞微尘光，你如何才能找到？用意嘛，学易经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呐、啊。啊，这一点在两个月前，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在电视晚上华人养成班。他很认真学，学了他呢，占了一个卦给我看，地风生卦，就是投资啊，甲寅神子丑空啊，财丑丑财空空，我说嘿嘿，你易经学得很好耶、哦、你现在就想用易经来赚一些钱对不对？哦，是啊，但是师父你看我这个能不能赚到钱，我是朋友要利用你，或是你要利用朋友，他说没有啦，互相啦。像我们书念阿弥陀佛，因为两个都空亡嘛，两个都空亡，弄空亡就无心嘛，以空卖空，啊，这是了空，了了就空呀，了空啊，哇、啊，师父有证，有证。啊，伊讲我安尼用来开业嘛吼，我你可以开业了，但是你爱学好，那无像你这的，家己人了大生呀。啊，所以用意嘛，立人天嘛，是当下性。所以易经，你懂了，我们最起码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这位信徒师兄呢，啊，师父谢谢，安我有信心吗？这里袂使你啊。不能就没事，用他那个朋友，该嘛赶快点啦，买空卖空的，望而神不欺人，人自欺呀。
唯心闲事，故为死亡善诸事。好，我一直鼓励各位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建太平。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所以王禅老祖为了普传中华文化道统7350到现在52年的文化道统悠悠岁月，那么中华文化道统的智慧大如天啊，易经都是大道，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那都叫做心啊。所以心在哪里，就是你我之间的空间，叫做心。往往心我们找不到，所以老祖给我们的定义，你我之间，你跟他之间，所有的空间都叫做心。那么你我之间所存在的因缘是什么？从易经太极图来看，第一个就是有父母爻，有父母，家庭伦理的父母，过来也有兄弟姐妹，再接下来祖孙，好，接下来妻财，再接下来官贵，官贵就官贵，老公太太老公。所以易经他的功德天就是六亲，还有一个我字，我是在这里，我也是在里面的我，这是六亲。所以易经不离生活啦，所以野鹤老人、鬼谷子的大智慧，将易经和现实的人世间生活人事物把它分裂了，当下性、实用性、现实性的问题。所以常常我们会遇到一些研究易经的很多啊，一直在研究周易啊、孔易啊，都在心灵上的升华、自我陶醉。但是你碰到现实性，你怎么办？就有如在10几年前，我在台湾电视台早上6点到6点半的时候，在香港珠海有一位教授从台湾去的大陆人，去那边教易经啊，回到仙陀寺来拿了伞蒙烟，穿一件白的衫蒙烟，哦，这裤子手背啊呢蒙烟呢，就是学习孔明啊。我是想说，你学习孔明你会惨，因为孔明他真是就劳碌人呢啊，到最后他的七星灯还是被人把他踢倒了。但是孔明是我们的祖师啊。啊，我说请问这位先生，他已经那时候70几岁吧，哦，只有50几岁啊。啊，他哦，我来看一看。哦，你在讲易经哦？对呀、啊。啊、哦，那我请问你在哪？哦，我在大陆珠海大学啦，我在教易经。哦，这个架势开始安演嘞，明天安尼看，安尼看啦。嗯，我讲
他到我们大雄宝殿来，一定要看。哦，我请问先生啊，啊，你有没有看出我这个缺点在哪里？哦，缺点不少哎。我讲给他听，我的缺点就第一没有钱，我上面没有金碧辉煌，第二我的庙很小，第三，啊、哦、稍微远一点，那时候六号还没成，嘿嘿，很好玩，啊，那我就，那时候我们有那个签呐、啊，我就哆啦哆啦杀鸡起来什么卦。我就知道当下他的心理毛病在哪里。那个卦好是不是耶？就是风三箭，好，祖孙了破。那时候是春节，寅月，月破了。汪这位教授，你今天来有目的，你是为你的儿子而来哦，对不对？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的儿子现在给你开机会呢，啊，开始。花你的财产，又对呀、啊？你怎么知道？我用易经啊。他说：“怎么我的易经怎么没有你这我这读的易经跟你怎么不一样？完全一样，我是当下性现实性，而且你的儿子破了好多年，啊，这是归魂卦，归魂。”不误哎，绕了一圈，原地踏不走。他说：“对呀、啊，我儿子就这样。”他问了你研究什么易经？朴素正宗。啊，以后老人所传的普易天机。那你怎么易经？风三箭是渐渐好起来啊。哇，那你的文字游戏啦，好拿到哪里去？你现在就当下性就没有了。现在我说那个风三箭卦现在是寅月，摔破了，你的儿子破掉了，你儿子病到了，你知道吗？而且是寅月来破，冲破是肝病哎，肝病哎。这位教授，开始修起来那么落地啊，都别来挨了哦，都别挨了啦！哈哈哈哈！啊，那时候呢，我就坐在啊，我们的以前叫大雄宝殿，坐在旁边跟他聊聊天。我说：“教授啊，他姓冯，两只马的冯。”啊、哦，两只马，啊、哦，你这两只马的冯，一个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啊、哦，因为这种冯啊，两只马嘛，两点的马，哦，以字猜字哎，啊，你孩子往北跑，你要往南跑，一个的人跑一边呢，啊，跑到最后都回来了，归魂卦，用意，所以这位教授呢。开始就很谦虚，我们休息一下，再为各位解这个世间的问题。本节目由青王行盖问赞助播出。各位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学的是正道，不是学邪道。我们要参与念经，因为我们所学的法就是学的道，是法，
华就是父母爻，啊，父母爻就是文昌，文昌，所以文昌就是尊严，这是宗教，佛云的，佛所说的，道云。啊，这个就是文昌尊严，所以要各位一面学一面念经，你念经，你才能够真正的将你的灵性的光点得更加的光明，然后回向给你的祖先。若是你光学易经、学风水，你不是学习宗教的修行，我告诉你们，会沦为江湖术士。所以今年水陆法会，念坛由大恩寺圆德法师带领的我们的同修，啊，一起的负责念坛。念坛其中到最后有一段，所招请来的。拢咪地理先生的圣名先生的法师莫读书啊，看起来很可怜呢。没有宗教的修行信仰，到最后就沦落这一个。我不希望说，我们还有43年的水陆法会，到时候招请呢，师父我也来了，哈哈，对不对？我们大家成圣成贤成佛了啦，这才是对。所以你一光从学术上你去斤斤计较，各位要小心。你从二分法，这个是宗教的修行，这从学术的修行，你往者从学术，你越老越沉，酒越沉越好，到最后来，你只有一点点的光明。你越老愈老愈无人缘，愈点愈轻，因为你在学术上很容易说。批斗谁不对，谁不好，谁没有怎么样，谁都直接讲自己好，到最后你点着几处坐在家，喝酒点暗地啦。若是从宗教，你的光明的，从光明，从包容，所以很多人你看宗教修行的人，到最后的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光明。你从学术上。好，你不再加上宗教的话，越来越黑暗，愈沉，黑叫做沉香啦，啊，沉香啊，啊，那么这呢，咱这就是光明天成佛，成佛，好，成圣成贤，所以咱呐修行愈老愈有人缘。那各位同修，老祖给我们的平台。我常常在旁边提醒各位，恁老恁就知，恁若老吼，干那都爱斤斤计较吼，老会无人缘。啊，家己甘苦甘苦，都要大声细声。哎呦，那想惨哩，改多少话没有用啦。那么你从修行，你越老如何？所以咱维新圣教老祖给我们的平台。愈老愈好呢，愈胖呢，哦，越光明呢。你们可以看很多修行的啊，老修行人，到老的时候那么多弟子，所以我看了这点呢，我在认真修行。我老大就袂孤单，啊，我甲阮囝讲，你好好去优化你丈人丈母，无要紧。哦，我呢老来免惊，哦，我有只地地主。啊，逐天呢，吼、哦，脚板啊，整好，今日食你这口罩，明仔载换食一口罩，安尼好无？哎，迄师母讲，咱感觉爱遐尼可怜啊。
老了想去吃的，一天排过一天，哦，我不一样啦，要善解啦，哦，所以各位同学好好修，咱老来袂无聊，啊、哦，咱若老来大部分不足四个满四个，哦，我们要有信心，这是用意嘛，啊，所以父母要，你如认真，如诵经。如有智慧，如有智慧就如光明。啊，老人如大丁，这个就是老大人，老人如大丁。啊，这个就父母爻啊，如大丁如光明。若是你从只有学士在这边争，你如来如老如黑暗，很可怜呢。你唔得把想到啊，当真难。你把想到老来咩啦？啊，哎呀，对罗做梦行啦！啊，你们就对你行哦，爱讲有听嘿。啊，大家都一样啦，老了都有看嘛，是不是？好，来，请坐，好好好。啊，所以各位同修，人生百醉一场空嘛。啊，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呀、啊，往生净土极乐国，当下就可以往生净土，不是马上死哦，不是马上死，我们的心可以向光明行，好、哦，我们的念可以往光明行，你就是要用意，要用意，要知机呀、啊，啊，曾经有一个老先生。伊咧，哦，文学有够好，可惜唔捌字。伊念的，因孙阿个写，因囝个写，好足好诶。好，有一天咧，家己感觉感觉，伊住伫台中市，即个哦，伫武峰遐，啊，北花北岸边遐咧，他就到生活室去。阿姨的出口成章，我一张，你有下的话了无？我不要下，我也要念名。我哎、欸，我一张，阿你们的慧能大师过来专写的啊，慧能大师啊，过来专写的。你讲哦，迄、那个咯，迄、那个我是唔捌你啦，我伊唔捌你啦，无该做做伙啦。哎、欸，这个这句话就有禅机哦。嘿，我一上讲，我阿慧能迄个了，我无该多做伙啦。但是我的理念拢共款啦，你看。所以老来，伊伫北花呀，哈、啊，这个老来足侪人陪，啊，都淡死，一淡死啦，做对啦，阿叔姐。哎，阿舅阿公阿的独孤咧，结果浪干啊啦。你看这是啊，心灵都丰富。智慧的升华，灵性的升华，老来想解答。所以《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铜线嘛。我今勤洗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妙法普传。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星展国际科技有限公司赞。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二十一届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今天在大安寺上课。大安寺在台北九拿啊的地方，大安路530号，由圆斗法师即将主持大安寺。在大安寺这么多年来，一件让天人法界共同赞叹的，就是暑期大专易经心法精进班，由圆道法师来开创，后来就交给圆斗法师啊来转这个法轮，由我们所有大恩寺的注重同修及各位
维新圣教的一群大学法师啊，各位共同来推动大专生来学易经。今年已经有15届了，1700多位啊，1700多位的学生，这是非常难得的。黄万里未然，与其无所生，还是要有智慧，要用意。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的教育观，确实是一个大教育家。而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教育，从基础儿童啊，在这更早一点，零岁在哪？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教育了啦。啊，再来第二个就是大专生，暑期大专生1个月啊，给大家吃住全部免费。有人问我说：“师傅您怎么那么傻啊？这怎么不收钱？”我你给他换钱啊，寂寞都做上了，下回呢平安你就有福气了。社会的福利是大家共同享受的，也是大家共同应该推动的。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15年来，大专生高高兴兴来了，高高兴兴回去了，有的不经弯来了，回去不想回去了，太多了。还有的小朋友学生读到大学了，早上要爸爸妈妈叫起床，还要跟他啊买早餐、煮早餐，晚上还要啊帮他吊后梳好阿公了。那么来了以后回去会扫地，会他当爸爸妈妈，有的甚至会洗衣服、洗碗啊，都要帮忙煮菜。哦，这个都是人性的尊严的开花。所以有一年，吴清基部长，教育部长呢，他跟我说：“师傅啊，若是有一年可以的话，可以来借成功岭，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来办暑期1个月的班，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到易经。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这样社会该多好。以前成功岭是在学习打架和打仗，现在没有官委可以打了，有什么可以打？人生的烦恼贪嗔痴三毒可以打，最大的敌人就贪嗔痴。那么孩子无辜的认清有限，所以很容易陷下去。若是国家有为的、有智慧的教育单位，不要把学生弄得乱七八糟、一无是处。哦，所以国家有这个明君，有这个智慧的领导者，啊，将中华文化道统能够用在教育上，我相信呢。我们的国家有希望，台湾有希望，中华民族有希望，世界人类一定有希望啊！可惜耶，啊，那个失者无业障，受者业障多。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大安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办这个大专生暑期，由1个月来示范，每年有120位。在这里出，在这里住，书一住行全部都包了。曾经有一次书啊，你书一住行都包了？对啊，都包啊。
那行怎么行？自己走路嘛，不然谁要带你走路？所以每年的成果办得很好嘛，啊、哦，不要小看大恩寺，哎，在这个石楼上，啊，二分之一都是我们的道场，这是王禅老祖石碑，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们大家一起的努力，啊，尤其啊，我们每个分寺道场住持，同样都在用心，我们秉遵的天意啦，大家学易经，要学习宽广的心量，所以我们的教义大专生，再来啊，就是社会人士，就终身学习。终身学习非常的重要。现在大陆厦门大学副校长在去年来参观我们维新圣教之后，回去向中央报告，啊，台湾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教育体制，大陆要学，终身学习。讲到这里，我一个小笑话给各位分享。在四五年前，我们申请维新圣教要办的易经风水学院的时候，创校教育部呢请了几位教授，其中有一位女士名义是教授，啊，她向教育部次长啊提出看法，他说现在少子化了，还准你这个啊要成立易经大学啊，这个这以后招生怎么办？我笑一下，我的易经大学老子化，老子化不是少子化，终身学习，我们当下招生没问题啊，而且国家做不到的，我们办了终身学习，我们要毕业24年才能毕业，嘿嘿，啊，所以那一位教授就没有话讲了。哦，所以各位同修，王禅老祖给我们天命，终身学习，啊，终身学习，终身到哪里？到死了那一口气以后。做起霸人对你杀你，我们都有怀疑，哦，所以这个学校学不到了嘛，这就是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的真实意呀。前世各位十方善知识，本维新圣教是台湾也是世界的新兴宗教，维新圣教的天命是消灾化解，创造维新净土，而以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为主轴，风水的奥义为我们建设人间净土，所以在33年来，已经将中华文化道统7352年的文化道统妙法，以当下把它集结了。所以维新圣教的教义是圆融的。啊，易经大学的教育开始是从儿童零岁开始，啊，那我们儿童学易经基础开始，第二个阶段大专生
啊，第三个阶段，社会人士终身学习。第四个阶段，往生净土。人来世间上，就遗憾呢。但是想富贵的呢，一生做到问心无愧于我。我们到老了，要往哪里去？啊，我们有亲人年纪大了，就放下肉身，我们回去了，要走了，灵归净土，总归净土。所以在去年啊，因为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我们院长简耀辉简院长啊，他呢要走了。前一段时间呢，啊，问我说：“师父，啊，未来的路要走何去何从？”我知道了，啊，尤其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我们有同修，因为师父啊，我们法门的往生法仪都没有，我死就死就算了嘛。还一样啊，但是老祖开示啊，啊，有一天一定要把这法仪完成起来。所以我们在去年的4月6日，一个一年简院长他还没走的时候，还没放下的时候，黄山老祖啊就开示了要写这本祖宗流芳圆满的法仪啊，圆满的法仪呢，作庆，作庆，开始往生啊，我们祝念的祭文，掏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到最后来啊，弯七。啊，到最后周年，啊，到三年，然后干部列祖列宗，啊，加爱妙华，刚好有这一老祖开示了，从头七一直接续三七，好，一句文怎么念？我们家人走了。啊，你要怎么去提醒我们的家人？人都要走，走到最后那一个那一段，非常的重要。孙女子女一定要尽孝，你要怎么尽孝？啊，所以这本祖宗流芳啊，圆满法仪的，现在已经出版了。由维新圣教助念团来负责推广，啊，里面我们也有录音带、CD， 啊，一个念佛，啊，往生记，啊，关于这一本，我要写的时候，我在家里晚上。我就笔拿起来，时间到了，老祖开示要写了，所以我写到金蝉脱壳，金蝉脱壳，花莲马上对当。奇怪，师母坐在旁边，那对当，我金蝉脱壳脱了出来啦，就相应在我75年，那说一直念佛。冲锋突破泥丸宫，那一单刹那，就是金蝉脱壳。所以这一本呢，啊，这么大，你们要请回去，可以到过分寺道堂请。啊，这个放着，阿伯在哪边等你？我想来读读嘞，嘿嘿，做起家里做。
做全让家己做了。哦，家己拿回去，我们自己拿起来做嘛。啊，我们自己平时你可以了解，头七行个啥物挺多，二七行个啥挺多，三七四七，每个七，你要进到哪一个净土的世界？哦，这个都是我们维新圣教欢迎人生百岁以后的圆满，所以往生净土、灵归净土非常的重要。所以老祖开示了我们的尊严啊，人生百岁一场空啊，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的，往生净土极乐国。那么你要放下，放不下啦，叫变了哉哉的啦。好，我们一生，你做到问心无愧。你如果做到问心无愧，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和安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然后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家庭有世间的家庭，有回归南天净土的家庭，有回归极乐净土的家庭。啊，所以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要学的太多了。啊，我们要知道了，要修的也太多了。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啊讲完毕。好，那今天呢啊，我们来到大恩寺上课啊，下一次呢我们在竹北一心道场上课啊，共修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不要退道啊，不要随随便便话说啊，我未瘾学啦，未瘾阿爸你都会瘾啦。当然以后上山容易下山难呐、啊，下山容易上山难，大家要记住，祝福各位阿弥陀佛。